嗯，哦，怎么转来转去都是看过的卡通重播，好无聊哦。哎呦，睡不着怎么办啦？妈妈，明天放假，你有没有想要去哪边玩啊？嗯，我们去那一间很久没吃的。哎呦，吓我一跳！哎，哥哥，哥哥，起来，起来，起来！你怎么这么晚还不上去睡觉，在这边睡啊？对啊，明天不用上课吗？哦，妈妈，明天星期六放假哦。哥哥，明天星期六你也不可以这么晚睡觉啊，小孩子就要早早睡嘛。对，爸爸，我很听话哦，小孩子就要早早睡，所以我很早就上床啦。可是你们知道吗？我就看着那个时钟，九、十、十一，都十一点了哎，我就滚来滚去都睡不着。睡不着，哎呀，哥哥，你是不是有什么心事，还是有什么烦恼？你可以跟妈妈讲啊，我们都可以听你的。对啊，说出来嘛。可是也没有什么心事啊。谁搞？大家都还没睡啊？来来来来，大家啊，聊聊天呐。爸，妈，你们怎么这么晚还没睡啊？哎呀，就不知道怎么搞的，脑子一直转，一直转，一直转，转转都睡不着。啊，奶奶，你该不会生病了吧？是不是头晕不舒服啊？哎呀，不是啦，只是我们已经从那个鼠、牛、虎、兔、龙、蛇、马、羊、猴、鸡、狗、猪都数完了，还是睡不着啊？只好起来跳舞啦。两个都睡不着啊，那该怎么办呢？爸爸，有没有什么方法啊？我想到了，爸爸平常在公司啊，都有想睡觉的方法啊。打开报表，你看着它就会想睡觉啦。真的吗？来来来来来，看一下啊。第三季的，好多红红的字，这是什么意思啊？那个有错字要修改的啦啊。哎呦，我都看不懂哎。对啊，都是数字，好无聊哦。看不懂啊，儿子。而且没有想睡觉啊。没关系啊，只要有问题呢，上网搜寻就好了啊。现在网络真的好方便哦。有什么很多大神，然后请教他就会给你解答哎。睡不着的。对啊，网络上有大神啊。我们两个有了。他说吃根香蕉可以帮助入眠啊。哦，香蕉，来试试看啊。正好。我今天去菜市场有买到香蕉哎，我们来把它吃掉好了。香蕉哎，这个方法妙啦！我只听过吃香蕉防抽筋，没听过还可以帮助入眠的。没听过。来来来，爸妈吃香蕉。哎呀，漂亮漂亮啊，会买呀。谢谢谢谢谢谢。好。大家来吃吃看，来吃香蕉，香蕉会不会想睡觉呢？最喜欢吃香蕉，试试看嘛，哎，说不定我们真的就睡着了，哎，有可能吃一半就睡着了。哎，这香蕉颜色蛮漂亮的啊，有感觉想睡觉了吗？再吃多点，好吃好吃。等一下了，爸爸。我现在反而不想睡觉，因为吃好饱哦。那这个方法失败。再找下一个，再找下一个啊！哎呦，爸爸，我来啊，你都那个看的地方都不对啊！对呀，我找的方法都失败哎。对呀，哎，我没有方法，再这样下去天亮了。哎，有了有了，这个看起来好有趣哦。哦，他这边说啊。睁大眼睛，然后不可以眨眼哦。不可以眨眼。哦，因为眼睛酸酸的，可以帮助入眠。哦，感觉好有趣哦。那试试看啊，来，把眼睛睁大，是不是？来，2、3。睁大眼睛，怎么连鼻孔也大？妈，是睁大眼睛，不是睁大嘴巴。眼睛就好了啦。闭眼睛。这个方法根本就没有用嘛。我的眼睛好干哦，好酸。嘴巴也好酸。有了有了有了。
你们看这个，我想到了，不是有那个催眠术吗？我们盯着它看就会睡着了。哦，我想到了，鹰就会马上睡着。好，我们试试看看。媳妇怎么了？你怎么了？该不会？太好了，你老婆了，辛苦你了。该不会什么？是你啦！哎呦，大家误会了啦，是一直盯着他看，头好晕，好想吐哦。哦，真的。哥哥，说起来。哎呀，那网络上都乱写。对啊，事实证明，网络上的谣言都是假的。嗯，不适合我们，不适合，不适合，都没用，都没用啊。就想个方法。对啊，还有没有什么其他方法？想想看啊。有了就有了。不然呢？也有，我来讲故事给大家听，好不好？好哦，很久没有听爷爷说故事了哎。那爷爷，我先暖身一下啊。来啦，什么故事啊？好期待呀！说什么呢？这个故事呢，是发生在爷爷呢还很年轻的时候。那个时候，哇，爷爷我好帅，不过现在还是很帅了。很帅。那个时候呢，我就手上抱着那个古典吉他。我只要在家政教室外面那个走廊啊，一刷和弦，就可以听到呢有学弟学妹在啊尖叫的声音。那这一天是这个样子的，那天呢是个晚上，学校外面下着毛毛细雨。重点来了，那个时候呢，我的和重点来了，不听吗？怎么都睡着啊？原来听故事可以帮助入眠啊！好，那谁可以讲故事来给我？嗯，这题怎么会有这样子的事啊？好了。写完了，姐姐，功课写完了，要给爸爸检查一下，联络簿也拿给我签一下哦。哦，来，功课，还有联络簿，来，爸先看一下哦。好，姐姐很棒哦，哇，写得又快，而且呢字都写得很好，算数也都算对了，很棒哦。爸爸，我这一次写功课写得超级认真哦。哦，我等一下要跟同学出去玩。姐姐啊，你就是因为待会要去跟同学出去玩，所以功课才写这么快，对不对？爸爸，我平常写功课也是很快很认真的啊。好啦，爸爸知道。来，宝贝们吃水果。哇，刚刚听到爸爸称赞你今天作业写得很棒啊。而且爸爸还说我的字写得很好看。那要继续保持哦。写功课就是要这样，要用心的一笔一画慢慢写，就不会出错啦。妈妈，我的功课都写完了，我可不可以去画画？当然可以呀、啊！太好了！你不是说我可以去画画吗？爸爸，爸爸是感冒吗？不是啦，爸爸是说你桌上的作业都没有收就要跑走啦。我把它收完再回去。姐姐啊，这就是你的坏习惯，每次写完作业都不收，然后东西呢东丢一个西拉一个的，下次要找都找不到，然后还要问爸爸妈妈在哪里，记得一定要把这个坏习惯改过来，知不知道？知道了啦，下次不会了。好，吃点水果再上去。吃水果、啊、哦，是我最喜欢的小番茄。带上去吃，多吃一点啊、哦，这样就好了。好，拜拜。那柳丁呢？那个不用。亲爱的，你看我们家的姐姐啊，每次吃水果啊，都只挑她爱吃的小番茄。
其他那些孩子们不也一样，都只吃自己喜欢的。如果大家都可以不挑食，健健康康的，那该多好啊！我想这应该就是遗传吧，就像我一样爱挑。嗯，我只挑你啊，宝贝。啊，老公，你嘴巴好甜呐、啊！吃水果，这个番茄也好甜哦。嗯，跟你一样甜。哎呦。哎，不过这批水果是不是可能有一些坏掉了？我一直闻到有一个酸酸的、臭臭的味道。嗯，有吗？我觉得很香啊，跟你一样香啊。哎呦，老公，不是啦，我是说真的，你仔细闻一闻。嗯，好像真的有哎。这边、嗯、好像这里比较浓。嗯，哎，有越来越浓哎。嗯。这里，这、嗯，哦，这是弟弟，那宝贝，小声一点，保护你喉咙。妈妈怎么了？妈妈你怎么了？你讲话那么大声，小心喉咙会痛哦。我喉咙会痛，还不是因为你。我，这是什么？我的袜子啊。你还知道这是你的袜子啊？我当然知道，因为上面有恐龙的图案啊。弟弟，妈妈的意思是说，你穿过的袜子怎么可以这样随便乱丢？穿过的袜子应该丢到厕所的洗衣篮才是啊，这样子一点生活规矩都没有。哦，好了，爸爸，我忘记了嘛。每次都忘记，今天是袜子，上次是背心，还有那个运动课穿下来的衣服。对呀、啊，好了好了好了，妈妈，我下次会记得啦。弟弟，你的坏习惯记得要改正过来，而且这样子很不卫生哎，臭臭的味道乱飘的。臭臭的味道、嗯？没有味道啊。你自己的袜子，你当然觉得没味道，我旁边的人觉得很臭。对，哦、好了，我赶快拿去洗衣篮哦。好，弟弟。哦，待会呢，记得洗个手，赶快回来吃水果，有你爱吃的芭乐哦。好好好，赶快赶快。这个弟弟真是的。对呀。我回来了。哦。哥哥回来啦！回来。对啊，刚去书局找了几本参考书，因为下一个月要考试了。哦，哥哥要考试了，记得一定要好好复习哦，考100分。Yes！ 加油加油！我最爱吃的芭乐。等。妈妈，你切得那么漂亮，为什么不能吃？当然可以吃啊，但是。你没洗手，不能摸食物，尤其现在又是肠病毒流行的时候，万一你把病菌吃进去怎么办？嗯，好啦，那我先去放书包，洗手吃水果。嗯，赶快去啊！芭乐，芭乐。亲爱的，你看看我们家宝贝真可爱。说好我要先吃芭乐哦。不要哥哥。哎，我最喜欢吃芭乐了。哦，妈妈好像地震哎，肚子好晃哦！地震，老公保护我！亲爱的，不要怕，不要怕，我看一下。亲爱的，不是地震，是你儿子在抖脚。哦，妈妈不是说不能抖脚吗？妈妈是哥哥。哎呀，哥哥，哥哥，妈妈怎么了？妈妈不是说不能抖脚吗？这个动作很不好看呢。在家还有爸爸妈妈提醒你，出去万一给别人看到了，可是很没礼貌的。哥哥，我们家里面的人都没有这个坏习惯，你这个抖脚的坏习惯到底是从哪边学的？爸爸，我才不会学什么坏习惯呢，我是在家里太放松了啦。放松很好啊，可是。你这个坏习惯很不好看呢，如果出去外面，大家会觉得是爸爸妈妈不会教你，这样子没有家教，会觉得我们不会教小孩耶。对不起啦，我会改掉我的坏习惯。嗯，注意仪态，知道吗？嗯嗯，好，来吃水果。好，
记得自己的坏习惯都要改掉哦。好，哥哥，等一下我们来比赛啊！你说什么？比投篮比赛？再说一次，投篮比赛。你还要跟我比赛？你每次都输我。哎，我现在可是很强哦。是吗？用说的不算。等一下来比赛，看谁先得十分。这次你一定会输。先到了可以先得两分。哥哥，你慢一点啦，注意安全啦。水果还没吃完就跑走啦、啊。没关系，我们两个自己吃。哎，老婆，这芭乐好甜哦。是吧？真的很不错吧？真的真的。跟便利商店买的那种。我回来了，姐姐回来了。我回来啦，要吃什么点心？奶奶弄给你吃。巧克力蛋糕。好好好。我不用，我不饿。啊！可是奶奶这间你最喜欢吃的萝卜糕，哎，你真的不要啊？不用啦，我先回房间好了。哦，啊，还是奶奶等一下切水果给你送上去啊？奶奶，我就说不用了，而且我又没胃口。姐姐，你是不是身体不舒服啊？没有啊。哎呦，怎么会没胃口呢？你是不是生病了还是什么？奶奶带你去看医生。奶奶，我没事，我身体很好啦。哦，那还是说你在学校发生了什么事情啊？学校，学校没有啊。没有。那今天在学校好玩吗？怎么会好玩？学校一点都不好玩啊。哪会啊，学校超好玩的。对啊，姐姐，你不是说你最喜欢去上学的吗？我哪有最喜欢去上学啊，同学都超无聊的好不好，我想要换班啦。啊？换班？啊？换班？哎呀，姐姐，不是以前听你说像是在溜滑梯啊，还有学校的凉亭啊，还有画画课啊，才艺课，这些都是你最喜欢的，怎么会突然想要换班啊？哪有啊，这些都很无聊好不好，我才不想去上学啊。到底是发生什么事了？赶快跟爷爷奶奶说呀。对啊对啊，不能说啦。哎呀，什么有不能说的，爷爷跟你讲，爷爷我啊，什么大风大浪都见过，我的社会历练很丰富。来来来，都跟爷爷说，来来来，哎，说出来说出来。来来来，可是他说我不能跟别人说，这是我跟他的秘密。他说你不能跟他说，这是你跟他的秘密。哎，是弄得爷爷的头好乱啊。还是我们等儿子回来再讨论好了。说到底这个班级呀、啊、也不是说换就能换的嘛。对啊对啊对啊。嘿嘿，爸爸回来了。怎么家里的气氛怪怪的啊？爸，儿子怎么了？爸啊，家庭会议时间 ，Go Go！ 姐姐好像遇到一些事情不开心，但是不肯跟我还有你妈说，好像说她想要换班啊！姐姐想要换班？是啊！姐姐想要换班？对啦对啦，怎么会这样子啊？我们也不知道，不肯跟我们讲啊。没关系，我是小达人，万事让我来解决。好，会议结束。是啊。大家今天过得开心吗？很开心啊，很开心。姐姐，你怎么嘴嘟嘟的，没有笑笑脸？你不开心啊？今天学校一点都不好玩。哦。为什么不好玩啊？爸爸刚刚听爷爷说，你好像想要换班。嗯。为什么啊？你们都会帮我吗？会啊，姐姐，只要你勇敢地说出来，爸爸还有全家人都会帮助你的。嗯。那我要说咯。嗯。就我不是有一个好朋友叫做小美吗？嗯，她最近很奇怪，她都欺负我。哦，
就是上课的时候啊，他会一直踢我的椅子，我就跟他说不要踢我的椅子，他还是一直踢耶。会不会他只是在抖脚刚好碰到你的椅子了呢？嗯，不对吧？还有擦窗户的时候啊，我擦得很干净，他就用他的手去碰我的窗户，上面全部都是指纹。会不会就是因为你擦得太干净了，他才觉得没有镜子、没有窗户了，用手去碰碰看啊？还有，他是风纪股长哦，然后他大家都不登记，他只登记我一个人，我只讲一句话而已。会不会是你跟小美是好朋友，所以他的眼里面也只有容得下你而已啊？对呀，姐姐，爸爸不是有说过吗？上课不可以说话。不是啦，他还有跟我说，如果我把他欺负我的事情跟大家说，他就要告诉别人不要跟我一起玩，被排挤呀。姐姐，你只是因为担心大家排挤你，所以你想要换班级来解决这件事情。对，爸爸告诉你，换班级不一定能够解决这件事情，你要勇敢地说出来告诉老师。这样子好了，爸爸现在就来告诉老师。来，不行了，爸爸，不行了。姐姐，你要上我的话了啦。哎呦，不可以告诉老师啦，这样一定也是讲出去啊，这样子其他的同学还是不会理我。哎呦，姐姐啊，这种事情呢本来就应该跟老师说啊，而且啊你这样憋在心里，事情只会越来越糟。是啊，姐姐，你就放心的交给爸爸，让爸爸去跟老师好好的说。是啊，交给爸爸就没问题了，大家一起来帮助你。嗯，所以你们都会一起保护我吗？哎呦，那当然了。不然姐姐你把我的话送给他。哦，这个是猫咪，这是狗狗吧？应该是小猪，都不是，这是恐龙。哦，那你的恐龙怎么没画眼睛啊？它现在在睡觉啊。哎，我以为这就是眼睛啊。哎，我也是，哎，这是它的鼻孔啦。我以为这张画是这样子看的。不是。山丘、河流、草地，草地好像啊！不要，你们都错了。我要完成了，妹妹，我都会很厉害哦。咦，你看我的，这是什么？火车，爸爸回来了，回来了，对，儿子回来啦！哇，大家今天过得如何啊？哎，今天跟妹妹呢，坐了一个很厉害的飞机。看。火车飞机哦，妹妹好棒哦！我呢，爸，我跟你说啊，今天啊，我也有打电话跟老师说了，姐姐在学校发生的事情了。哦，那老师他怎么说啊？老师说啊，下次如果有这样的情况，一定要第一时间跟他说，他才能马上帮姐姐来解决。不过也是，还好这个姐姐啊有肯跟你讲，像她啊就不敢跟我跟奶奶说，所以这告诉我们一件事，就是除了有老师之外，像是爸爸妈妈、爷爷奶奶，我们都应该要多关怀我们家里四个宝贝才是啊。是啊，等我们的宝贝啊全部在一起的时候呢，我们就来给他们机会叫。我回来了，姐姐回来了，姐姐回来了。哦，爸爸、爷爷。我有一个好消息哦，姐姐有好消息，该不会是今天考试考100分吧？什么什么什么100分啊？姐姐考100分啊？这么厉害呀！来，爱的鼓励，起来！1、2、1、2、3、1、2、3、4，吼！咻棒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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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棒棒棒！不是啦，爸爸，我不想换班了。啊？姐姐，你为什么不换班呢？爸爸已经打电话跟老师说了，要把你从十班调到一班去，这样子小美就不会再欺负你了。爸爸跟老师讲很久。爸爸，老师今天找了我跟小美，我们三个人一起好好的聊天。小美说她会这样子对我啊，其实只是误会啦。她以为我偷了她最喜欢的笔，
他没有啊，我只是看到地上有一支笔，我不知道是谁的，我就把它捡起来，没想到被误会啦。但误会解开了，所以小美跟我道歉了，我就决定原谅她。哎呦，姐姐啊，听到你这样说啊，奶奶就放心了。以后啊，发生什么事情要说出来，大家一起讨论，知不知道？嗯，我知道了。那姐姐，你有没有把我的画送给她？哦，有啊，我有把你画的小鸟送给她哦。姐姐，那是恐龙啦。恐龙，没关系，妹妹，你画的恐龙就让姐姐来送给小美吧。那姐姐，你知道爸爸为什么一开始就不希望你换班级吗？是不是因为我换了班级，小美还是会误会我？是啊，而且我们面对事情呢，就要勇敢的去解决。你只是因为遇到了这件事情，你就想要换班级，就算你换了班级。这件事情有可能一直重复啊，在新的环境也有可能遇到同样的事情，这样子问题一直都无法解决啊，不是吗？哦，对，我知道了。太好了，那今天呢、算是皆大欢喜，奶奶我的有煎你最爱吃的萝卜糕，还有爷爷的鱼。哦，太好了，皆大欢喜呀、啊。有没有闻到什么味道？有一个臭臭的味道，哎，有吗？怪的味道？没有啊，我的袜子昨天妈妈才洗的、啊，是吗？很香哎。啊，那到底是？我的鱼啊，我的鱼、啊！奶奶，奶奶，我去帮你啦！我的鱼都黑掉了。没关系啦，不然我们今天就大家出去外面吃好了。啊，就在这里，不行不行，浪费食物不能这样。这能吃吗？胶的地方刮掉好了。啊，这样子不好，对身体不好。我们出去外面吃。出去外面吃，走。